主料肥肠熟250克，大尖椒一个，辅料植物油、葱、姜、蒜、花椒，大料、料酒、盐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熟肥肠切2厘米左右的段，尖椒切滚刀块，蒜姜切片，葱切段，准备好花椒大料。这锅凉油放入花椒大料炸起香，下入葱姜蒜煸香，放入肥肠煸炒，加入料酒大火翻炒，放入尖椒继续翻炒。因为尖椒不能轻易入味，所以要早点放盐。尖椒炒到六成熟，出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尖椒要脆口，炒过了，软了就不好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